当时为什么大家对你演这个何文秀那么悲观，只有两成？男小生，对吧？另外已经有那么多名家在前，你一个初出茅庐的男小生演出不会好。相对于何文秀来说，浪荡子其实在影派的剧目当中属于是失传一段时间，一段唱20分钟，这个在我以后的唱腔里面也没有再碰到过，也是唯一的一段。影派是粤剧小生流派当中影响非常大，师生久影啊。我觉得唱音符很方便，哆啦哆啦嗦哆哆啦嗦啦哆啦哆咪嗦咪来哆啦哆啦嗦，但是你要唱好它真的是太难了。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赵志刚专访。提起粤剧王子赵志刚的大名，即使并非粤剧迷的观众恐怕都不会陌生。从艺至今已半个世纪的他，作为粤剧界为数不多的男小生，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这位略显孤独的行者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时常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挑战前辈们不曾涉及过的粤剧题材与表演形式。同时身为广受欢迎的影派传人，他又扎根流派不忘师恩。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从赵志刚与影派艺术结缘的经典剧目聊起。志刚兄好。可凡兄好。哎，我想这个喜欢粤剧的朋友们说起赵志刚，有两出戏呢必须会提起，一出就是何文秀啊，其中的那段桑园访妻，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啊。那么还有一出呢，可能普通的观众有点陌生，那就是《浪荡子》当中探终点。探终点，对对。一百多剧场，当时光风靡一时啊，是不是就是这两出戏对你来说是这个无法绕过的？是的，何文秀呢，肯定是我的第一出影派大戏，也是我跟尹桂芳老师结缘的第一部大戏。也是我的成名作，所以当我带着桑园访妻走进上海电视台，参加粤剧中青年演员流派演唱会之后，我们的袁雪芬院长第一时间就说：“这股小生不出，那就索性摆一股卷角吧。”就变成了全剧。但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女小生遍地，对吧？特别是尹小芳老师，包括就是芳华粤剧团。虹口粤剧团，这个什么崇明粤剧团等等，很多粤剧团都在演何文秀，所以我们里面也有很多人说，可女小生演何文秀啊，个生意是不会好的，两人嘛凑不多，你一个初出茅庐的男小生演出不会好，所以就是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我唱肯定不会比他们差，表演肯定不如很多老师，对吧？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做了很多的改良，对这部戏，就是二道幕外的很多戏全部去掉，用合唱去串联。的闲下腔也是我首创的，根据这个当时尹小把它化为我们粤剧的一段何文秀中的闲下腔。这段唱现在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在1982年3月8号是首演，上座率是一路飙升，连连加场。当年一年我记得就演了将近150场。相对于何文秀来说，浪荡子其实在影派的剧目当中属于是失传一段时间，因为这出戏是上世纪40年代徐静老师给尹老师这个编写的一出时装戏，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唱。但是呢，到了你手上，后来徐俊老师慢慢的根据自己的记忆把它恢复出来。是的，尤其那个探终点，一炮而红。我记得当时观众是通宵排队，第二天买票，打了小阿等，打了写字啊，这个通宵，这个女子英语，包括就演出结束，对吧？下好幕。下好站出来，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比如说这样一段路，要上车，就是根本挤不出来，没有15分钟走不过去，那都要围着拍照、
签名探终点这一段应该说是最为典型，因为它是110多句的唱腔，一段唱20分钟，这个在我以后的唱腔里面也没有再碰到过，也是唯一的一段。那时候对你的印象就这两出戏当中的这两个唱段，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对的，可能这个现在很多的观众啊已经不太了解，说你在唱影派小生之前有过一段唱老生的经历啊。是的，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唱老生的经历给你后来唱影派小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觉得老生的那段学习经历恰恰是我在唱念上给了我就是有很多的锻炼，因为我学的第一段就是那个老生的二堂放子，我真的是逐字逐句气口哪里重哪里轻我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之后徐天鸿老师直接教授就是明月重圆夜这个唱段，一堂课老师学生从头站到底的，认真的这种对艺术的这个尊重这种精神啊，当时对我们感召很大。那时候就是你在学习老生的同时，是不是这私下对影派就开始有这种浓厚的这个兴趣了？那肯定啊，因为我当时太瘦了嘛，老师觉得我的形象哦，这个小生不好看，这个瘦得不得了。我曾经就是拍那个上海电视台拍那个越剧电视剧《红楼梦》的时候，我扮演一个冯渊，就是因为太瘦嘛，结果导演和化妆师结果把两块海绵塞到了我的腮帮子里面，我是里面塞着海绵去拍的冯渊。所以当时就是因为太瘦的缘故，他说胡子可以遮掉一点，所以让我学了老生。听说你当时这个对影派感兴趣还是因为这个79年当时有个影派的流派的演唱会，对啊，尹桂芳老师跟袁远峰老师演这个《山河恋》当中送信的那一段，我当时还在学老生嘛，然后整个79年影派演唱会的时候，实际上整个排练就在我们汾阳路150号越剧院学馆，那我是天天看着老师们去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影派怎么会这么好听，后来在文化广场看演出的时候那就完全傻掉了，而且观众是几天几夜通宵排队。其实那时候尹桂芳老师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这个半身不遂，这个手呢是搁在那个有一个茶几上面，对吧，是也相差很远。对，即便这种情况下你依然被影派所吸引。是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当时我让我的爸爸妈妈就买了一个小的饭盒子的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现在还在，但是磁头我当时听坏了6个，就可见我的刻苦程度啊。但是我当时就用这个录音机录下了第一段影派的唱腔，就是桑园访妻。但录的时候我家那个屋檐外面的麻雀的叫声也已经录进去了，所以当时我就每次听这段的时候一定会听到那个麻雀的叫声，印象特别深刻。但是这一段唱我是反复听了不知道多少多少遍，所以对影派唱腔的痴迷就从79年的影派演唱会开始。那么后来从老生改为影派小生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好我们每个同学都会分配到一个剧组，小生演员全部都派去排戏了，在这个戏那个戏，没有人，我就安排到了小生，就演了柯朱记忆中间的那个大牛，然后形象扮出来，他们说现在形象好多了，这个不错啊，正好有机会要排追鱼，
结果把我就是安排到了小生组，嗯，我成为了 AABC 第三组的张真的扮演者，所以也是机缘巧合，嗯，就是唱过一出徐派的大戏，嗯，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变声嘛，嗯，所以嗓音条件各方面也都不错，嗯，所以这个戏之后我又学了，比如说范瑞娟老师的，十八相送啊，楼台会啊等等，范派剧目，陆锦花老师也是我的唱腔老师哦，所以当时他在我们学馆跟傅全香老师排了那个秦探，但同时呢，他还在教我们陆派的钱建姑，嗯，所以我的钱建姑是最正宗的。陆派，所以你融合了几个这个粤剧非常重要的小生的流派，嗯，对对对对对，嗯。那么最后究竟是谁决定，就是你正式学影派？袁雪芬院长啊，因为我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粤剧中青年演员流派演唱会，一曲《桑园访妻》，后来，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的到了粤剧院，袁院长说那么多观众喜欢影派。那么你就唱影派吧。嗯，跟老师见面是个什么场景？我是很紧张，很紧张。然后见到老师，因为老师已经半身不遂嘛，他也话不多。嗯，但是呢，每次就是只要我去，他一定唱两句，那么我就唱两句，唱一遍，他会给你说这里应该怎么样，这个眼神应该怎么，这个眼神应该怎么怎么。然后我第一次上电视。我非常荣幸，嗯，我说我没有服装，然后呢，尹老师说还有一件衣服还在的，就老师当年穿过的一件何文秀的衣服，一顶帽子，哦，我第一次上电视是穿着老师的这件衣服。一问把下红灯贴到牛，第二问又见鱼儿破壁香，第三问乡人蘑菇登头舞，第四问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问江上舞到牛与牛，第六问江与花交在花上。何文秀的排练之中，那尹老师可能会说今早把好戏跟我为妻，嗯，他知道我住在集体宿舍，没什么吃的，嗯，有包裹，这个等我准备好。有辰光呢，把里让你等我打一只饭盒子，哦，一万个子有包裹等我打的嘞。今朝回去吃吃。我经常会到老师家去，他给我讲戏讲戏，唱了之后给我纠正，还叫小芳老师来给我辅导，对吧？嗯，同时呢，他家里的那个走廊，这就是我那张钢丝床，我睡觉的地方。我经常晚上是不回去，就睡在老师家里。哦，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何文秀快连排了嘛，嗯，就是老师今天是说好来的，但是呢，突然狂风暴雨嘛，嗯嗯，那个时候没有出租车，嗯，也没有私家车，他就是穿着一件雨衣，嗯，然后呢，一美阿姨就是推着那个自行车，嗯，然后再打一个伞，对，一边推车一边打着伞，嗯，他坐在。后头四宝街高头，嗯，那么要从余庆路一直沿着淮海路到粤剧院，单单就是空的，倒也不方便，对吧？所以我在就粤剧院的弄堂口看着，呀，这么大的雨，心里想的最好老师就别来了，但是排戏排到结果演上，又期待老师来，矛盾心态，对，非常矛盾的，突然就雨中。朦朦胧胧，两个身影就推着自行车，慢慢进入我眼帘的时候，瞧我眼泪刷一下我就下来了，这很有画面感。对，我特别特别感动，我想我算个什么东西，对吧？值得老师这样为我付出。可凡倾听下节预告。其实纵观这个粤剧的发展史啊，尹桂芳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存在。我当时排《王子复仇记》，对吧？尹桂芳老师就是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那场戏我也来看的呀。对，我记得你还问过我一个问题，圣人管之死亡，这个粤剧念起来是个什么腔调？你问我。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影派是粤剧小生流派当中影响非常大，
十胜九饮啊，这个就像京剧里面十敬九求一样，而且这个喜欢影派的戏迷也特别多。对，但是其实影派很难唱，你觉得它的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唱音符很方便，哆啦哆啦嗦，哆哆啦嗦，啦哆啦哆咪嗦咪来哆啦嗦，对吧？我们说七派，七二线的七派，哆嗦啦，影派哆啦嗦，这个是最简单区分的。但是你要唱好它，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尹桂芳老师的高音部分不如徐玉兰，不如范瑞娟的，他的中低音相对来说可能更好。但他在屈原啊什么其他有一些戏里面，他的高音爆发也很厉害。但是在常规的唱腔，我们说徐派是跳进比较钝，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种跨度很大。所以我们更形容徐派是一个三角形，而范派是一个正方形。范老师是非常注重发声的一位艺术家，范瑞娟老师他会对着大纲去练他的发声共鸣，我们现在说共鸣，他们当时不懂，对着大纲去喊，影派就是一个圆形啊。我是用这三个图形来，几何图形传神，比较三个流派。徐派我们从发声位置来说，当当当当当，脑腔共鸣。而范派呢，他口腔打得很开，那史继华老师唱花轿临门，那影派呢就好像是绕了一个弯，再出来，它比较圆润，但是特别的朴素，特别的情真意切，对吧？所以特别像这个尹老师的很多唱腔，你就感觉他就在我旁边跟我说话的那种感觉，但是他饱含深情的在跟你说。你包括像徐静老师、陈曼老师，他们写的唱词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口语化，像这个《浪荡子·探终点》里面，虽如羊的腰，复用羊的脸，胭脂花粉长得美如夜，要你三四五龙，二十加个皮蛋壳，这个才好唱了，对吧？何文秀里面，第一夜晚把香红灯贴当哟，第二晚遇见鱼儿扑鼻香。把生活中的很多状态，大家熟知的很多元素，他都会通过唱词的形式第一时间跟观众去沟通，经过艺术家音色修饰之后呈现在你的面前。可见这样的一个流派就是从生活当中来，然后被大家所接受。那你刚才在唱这个探终点，就是当时我记得帮你们排浪荡子的导演是话剧导演李佳耀，对，是吧？他提出一个观点，就希望这出戏要有一些新东西。对，那他当时强调这个新，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地方？他用了很多话剧的手法，因为这是一部现代戏，反映老上海的一部戏，去体验人物，体验这个角色，然后真情的去流露。就一开始比如说像探终点，我们以前可能尹桂芳老师演的时候是长衫，对吧？那么说跟打字上下拎起的一只角色了一下，那李佳耀老师就说这破棉袄能不能给他系一根类似于稻草绳这样、我有印象，那个剧照我有印象。那么搿件衣裳啥地方来呢？是我们管服装的杨小林老师，压箱底的，老早随不一样，压箱底那件衣服拿出来，给导演说这件行不行？哎，搿件蛮好，磨磨破，然后让道具的老师给他戳刀啊，给他挤脱一块，一搭磨脱一眼，一搭弄眼凹槽，是给他装块补丁。这件衣服是这么来的，在台上演的时候，他头发弄了蓬蓬松松，面孔弄了凹槽底，当时就玩。这个从观众席走上来的，天上翩翩谁花飞，观众席里走上去，街道冷落
粗马戏，一只手里拿了一根小喇叭，一根夹子啊，和夹喇叭，喇叭中的一把，我要观众就轰他了。因为那个角色他有不同阶段嘛，对，早年是个年轻，这个单纯的一个大学生，对，当中他是个趾高气扬的金老板，对，最后就是一个悲喜交集的这么一个浪荡子，对，所以你按照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城市，显然很难表现这个人物。对，当时我参考的那个形象，实际上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张陶晶演的那个角色，陶晶演张仲良，对吧？我就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也不会抽烟，我还要学着去抽烟，还要学着去跳恰恰伦巴，对吧？以前越剧小生的这个舞台上肯定是没有这样表演的，所以那种感觉啊，那种演了之后，实际上是非常过瘾的。而且那个，我听说这个探中点就是说，当年尹老师演的时候是一个轻版。但是你们这个重排之后，其实加入了很多新的这个想法在里面。现在的配器，那么当然我们还是有保留轻版的点，比如说三点钟，就是我刚才唱的那一段，那就基本是纯轻，对吧？那纯轻版是最考验演员的，他的音准、音感以及节奏，都是要你现场把控的，一段下来，乐队大乐队进来，你走了半个调，那就完了。特别是最后的《劝人莫邪浪荡子》，那一定是纯青的。哒哒哒哒哒哒哒，乐唱。莫呀，浪荡荡荡荡荡，这个时候乐队才进来的。所以纯青版也是锻炼演在唱腔水准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唱段。尹桂芳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存在，当然大家比较熟的可能沙漠王子啊、何文秀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排屈原是在很多的圈内的这些大师啊，比如说田汉啊、周信芳啊、于振飞啊，看了之后都这个创作的方法就是在他来说是对的，所以对你一个学生来说，你怎么看老师的这次又演过江姐？哦，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跨度又更大。我在想，他为什么可以那么演绎那些在他来说行当的这些角色？所以实际上他的当时的这种创艺术人物的把控啊，我觉得是艺术家实际上给到我是有很多的启示，比如但是我当时脑子里就是尹桂芳老师，你看他一个女子都可以去演屈原，他都可以去演，为什么一个男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演一下这个成因呢？所以这个是促使我去男女合演如何创新突破上，尹桂芳老师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动力。我当时排《王子复仇记》，对吧？尹桂芳老师就是给予，所以当看完我的《王子复仇记》之后，当时我正是1994年。我从艺20周年，当时尹桂芳老师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谈到如果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流派，我会感到非常欣喜。记得你还问过我一个问题，圣人管之四方，这个粤剧念起来是个什么腔调？你问我，实际上我是借鉴了很多话剧的表演的这个手法，所以这段独白实际上我是用了念白和无伴奏的吟唱，戏曲的扇子功包括就是这个戏曲的一些形体的身段动作来完成这一段东西，
没好不浅啊，没好不浅。嗯，还有就是尹老师的这个影派版本的《红楼梦》，其实也可以说一说，这个戏是苏青，就是很有名的女作家了。嗯嗯。桂芳老师合作屈原之后创作的另外一部戏啊，对，这个你想，这个后来你跟方亚芬恢复演这个，就是影派跟原派的这个，对，影原版，嗯，但《红楼梦》呢，对我来说，应该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也是我在我的从艺道路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哦，一个是我整个创作过程。就是我的老师病危的过程，当我演完《红楼梦》，也是老师，我去电台做节目的路上，老师走了，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相当的痛苦的一个过程。我在排练中间，我经常就是抽空去到华山医院去看望老师，我说老师，我如何去演好这个宝玉，我应该注意什么，对吧？那老师已经不能讲话嘛，叫我过来，我就跪在他的膝盖前，他要写，我拿了一张纸，他就在我手里用左手写了一个感情的情字，因为我没有看过尹老师的版本，我对徐玉兰老师的这个徐王版的印象深刻，那如何在徐王派基础上引援有何自我的特色，那陈导也是动了很多的脑筋，比如说《元妃省亲》，啊，我们的一个出场，贾宝玉如何出场？最后实际上我定位他就是个孩子，他在里面要叫大姐，宝玉想死你了。在众人眼里，元妃是娘娘，在宝玉眼里，她只是我的姐姐，单纯，单纯，包括黛玉，他首先介绍的是林黛玉。所以我的起调是放在介绍黛玉上面，姐姐，我们园子里又来了一个林妹妹哦，哪里来了一个林妹妹？大姐，你来，在她耳边，用影派的起调，天上掉下谷，林妹妹，啊啊。这样引出林黛玉、薛宝钗，我觉得在这个一个处理之后啊，就感觉不一样，又比如在《金玉良缘》的时候，在徐玉兰老师是用快板来演唱的，就是五妹妹都有病，两个病娘一定要跟王九你帮忙，所以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段《金玉良缘》中间用影派的这个特色。所以就用到了无伴奏轻板吟唱，啊，你们哭声听到林妹妹的哭声，你们哭声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啊，就感觉心脏病发啊，不行了，要倒下了。旁人搀扶着他坐下之后，拉着老祖宗和母亲的手，五妹妹都有冰凉苦冰月一条根黄秋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表达宝玉此时对黛玉的一个思念。但是我在上海大剧院彩排那天，我就疯掉了。那天，因为刚刚去看过尹桂芳老师，医生说他可能时间不多了，所以心里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哎呀，老师答应来看我首演，心里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打开宝钗的红盖头。林黛玉的主题，我应该是啪水袖冲出去，仿佛看到病榻上的黛玉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老师，老师，我移情了。接下来演出完全忘我的一种演法，
演到这里唱我和妹妹都有病的时候，泣不成声，我哭，所有的人哭，老祖宗、母亲王熙凤，台边上包括陈欣怡导演，台下台上哭成一片。我说我再也没碰到过那样的感觉，就是我是完全是抽泣着唱完这一段，没有腔了已经。等到下来抢场抢别林的时候，所有的演员老师都在给我抢，那些学生都一边都给我擦泪，老师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他们自己都是在哭。我说好，我知道我知道，我说马上要别领，我要冷静，我要冷静，否则我那么大段唱怎么唱。等到我控制一下情绪，音乐起，别领的音乐起，金牛哦哟里得当将我来骗。我听到的是两边台边上，因为我们有100多个演员，全部是抽泣声。整个剧演完，陈欣怡导演到台上，眼中含着泪，一把抱住我，志刚，你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他跟我说了这一句话。我又在饭厅里面哭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是元宵节演出的，他是过了大概十几二十天吧，3月1号，我当时心里我好难过啊，车上嚎啕大哭。结果我说能不能请他们等等我，我现在去做节目啊。然后我赶到电台做节目呢，陈欣怡导演还有作曲徐坚强，然后我们聊《红楼梦》，整个我都不能讲，因为我一讲我肯定就哭出来了。到最后的时候，观众打热线电话进来，就是赵老师你一定要带我们问候尹桂芳老师，祝他老人家永远身体健康。那个时候我控制不住啊，我就哭出来了，我说了老师已经去世了。所以当我赶到华山医院的时候，医院里面已经挤满了观众。哎呀，我真的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印象更深刻的是追悼会，大概6点多钟就已经人满为患，而且那天下的毛毛细，观众都是冒着雨等着这个追悼会，大概来了5000-6000人，玻璃都挤碎了，车浪踩弄了些雪，对吧？叫很多观众就奋不顾身的要涌进这个追悼大厅，最后所有的仪式全部取消，只能有一个仪式，瞻仰遗容。观众排队进去出来，再进去出来，有的大概进去出来了5-6次，大家对老师的那种爱，那种失去的那种痛啊，我历历在目。可凡倾听下节预告。听说你当初最早也去考过芭蕾舞是吧？还好被考取，考取了我这个擅长的就浪费的。我发现你始终有一个让我很敬佩的品质，就是不愿意在舒适区里边待。这个50年非常辛苦，有泪水，也有掌声，也有鲜花，我觉得我自得其乐，而且无怨无悔。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尹桂芳无疑是赵志刚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同时作为上海越剧院培养的优秀男演员，越剧男女合演的希望之星，其他流派的越剧大师也对他关爱有加，让赵志刚的表演艺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我用貌可是化妆成
开玩笑说，赵志刚在这个越剧界除了师承以外，嗯，还有一个恩骂两个阿家，对吧？嗯、一个恩骂就是王文俊老师，王文俊老师，还有两个佳佳，对，采风老师跟这个吕云老师、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从袁雪芬老师讲起。嗯、何文秀之后，袁雪芬院长实际上是有意识的，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嗯，包括跟金采凤老师的汉武皇后的排练，又派我跟着戚雅仙、毕春芳、朱冬韵三位老师一起赴港演出。我跟我同学连玉燕演了两个片段，就是何文秀算命、沙漠王子算命。嗯，两个算命在香港立舞台轰动，香港一炮而红。回来之后又让我跟吕云老师立马演花中君子。嗯，所以我觉得袁雪芬院长对青年演员的提携，真的是让我要感恩一辈子的。我在跟两位姐姐的这个排练学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应该说是我表演开窍的一个过程。何文秀他有很多，比如说还有传承的这个元素，有比如说唱腔啊，这个包括老师亲自来给我辅导啊，还有尹小芳老师的辅导等等，但是汉武皇后、花中君子没有可以参照的东西。从零开始，嗯，怎么去学会塑造人物？怎么表演？恰恰是这两位老师以及很多老师，包括导演们，嗯，啊，给了我表演上，塑造人物上。一个很大的提高空间。安堂任母是我跟王娟老师、孙道林老师走得特别近的一次合作。我们在1991年这个最热的时候，在宁波的一个安堂里面的拍摄，孙道林老师他就有一些目标啊，他和他一部补叙，大导演，那么大的艺术家，对吧？没日没夜的。王文娟老师他为了要求那种真实的感觉，拿掉了越剧舞台上的那些首饰啊，那些漂亮的衣服，穿着那样的一件这个师太的服装，真切的用表演去让人感受每一个镜头。道林老师他一定会给我很多的讲解，面对镜头怎么样，镜头感什么。所以后来我不是又去拍了那个吴天明导演的变脸啊，杨帆导演的游园惊梦等等啊，那我想这些也都是孙道林老师当时表演面对镜头时候的表演给到我的很多启示。孙道林老师后来在孙桂生的一幅道具画上给我写了整个创作的过程，还写了一首小诗，这也是可能两位前辈留给我最珍贵的一份礼物。这个2024年对于你和像毛善玉这样的这个演员来说其实蛮特别的一年。对，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七四届。七四届就是我们1974年，嗯，当时上海有10个学馆，嗯，就是同时开办越剧、沪剧、淮剧、评弹、木偶、杂技，反正有10个。所以我的工龄是从1974年7月15日算起的。结果侬这工龄长了嘛？嗯，算你呀，正宗算你呀。听说你当初最早也去考过芭蕾舞是吧？对呀、啊，我是。如果考进去了，你跟谁一班？汪奇凤、杨新华、辛丽丽。哦，他们是同班的。差点成为八团的演员。我跟杨新华是睡在一起的呀，打同铺的嘛，文化广场。为什么后来没去曲城呢？后来是总复试，说我的好像膝盖，有点高，我觉得膝盖还好吧。可那时候的要求不一样，要求比较高，不一样。但是还好被考取，考取了我这个善称的就浪费他这个，对吧？这个嗓子就浪费。这个你的嗓子在男小生当中是别具一格。你想这个从上世纪50年代袁雪芬老师就致力于要培养这个男小生，一直到现在其实能够脱颖而出的是
寥寥无几。对，在我之前，实际上像史继华、刘珏、张国华、沈佳凝，我的师兄啊，像他们都是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天时地利人和，正好是江浙沪粤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啊等等一系列的，全国广播大奖赛、全国电视大奖赛这三个大奖赛，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家对艺术的渴求，对粤剧的一种喜爱，对流派艺术的喜欢，对艺术宗师们的这种情感，所以我是在老师这个大树下，这个乘凉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你了不起的一点是，并没有躺在老师的功劳簿上就不起来了。你希望把自己的边界不断的扩大。其实无论是排《疯人院之恋》，《王子复仇记》，包括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也都有怀疑的，就是这样的戏适合不适合你演？对，花这么多精力做这样的戏，值得不值得？实际上呢，可能跟我是一个粤剧男演员是有关的。我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话语，就赵志刚，你唱的再好，也就是尹桂芳第二，也就是女子女小生的模仿。那么男演员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因为有一个阶段，我觉得到了一个瓶颈的，这条路怎么走下去？男女合演有没有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你觉得为了男女合演，这个空间大不大？空间不是很大。曾经也有一个讲座，他们给了我一个标题，我到了现场我吓一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妈，还好后面有个妈。有个妈。女子粤剧可能更多的是儿女情长、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样的一个范畴中间的一个大家更容易接受。那男女合演定位是什么？包括我为什么要去拍《王子复仇记》，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尝试现代网络题材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利用这用爱车的不用利用思想当流体利用本作你蓝色很真呀、啊，我的阿妈年三十，好日生人太平娘。没有一个团敢接，第一次亲密接触啊，算了，第一时间就是拒绝。不说经费啊什么，实际上我接下这个戏，也是我觉得这个好玩。说不定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勇气和胆量，了不起。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这条艺术道路，你会怎么说？我觉得我是在开开心心的玩的五十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所以我觉得是很幸福的。这个五十年非常辛苦，有艰辛啊，也有很多磨难，有泪水，也有掌声，也有鲜花，啊，有很多需要感恩的人，我觉得我自得其乐，而且无怨无悔。谢谢志刚，谢谢。阿拉认得介许多辰光，第一次跟认认真真的是。没好呀，没好。演。谢谢。您是这个京剧世家出身，您爸爸是武生是吧？对，父母不让我学，一会儿求奶奶了，我说行啊，一会儿求我妈了，我父亲我不敢，因为他要揍人的。赵云先生七十多岁了，可是演戏你一点都不偷懒，台上那个劲儿来了就真走，有管你什么掉毛屁股坐的。现在全国唱旗派的演员大概有多少？反正十个手指头肯定数得过来，也不能被我蹦跶几天了。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什么？我们这代人如果不为这门我们所爱的艺术做点什么，也许是一种罪过。